来40岁生日，除了好友们全都聚在一起为他举办盛大庆生趴，就连老公陈晓也带着儿子现身，一家三口难得合体的画面曝光后，也在网上引起讨论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陈妍希身穿桃红小洋装，加上粉色挑染的高马尾亮相，整人看起来相当甜美可爱，完全不知道他已经40岁。而一家三口的互动也十分甜蜜，不仅一起切蛋糕，夫妻俩还一左一右亲吻儿子脸颊，甜蜜婚姻让网友们相当羡慕。而陈妍希在微博发文许下愿望，希望自己40而不惑，从今往后不会小事烦恼，爱怎样就怎样。贴文一出，也被网友认为是在甩开那些负面的婚变谣言，纷纷祝福女生生日快乐。